那么现在咱这个兄弟想学撒网，让我这个兄弟教他一下，一次没撒过，咱们看能不能三次学撒会。这是一款三米六高的哈，这个有点大了，其实新手买三米的比较好撒一点。这个三米六的啊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对，你教他怎么抓网，怎么抓，怎么撒，怎么转盘子，看你教个徒弟试一下啊。你现在我示范一下了，对，现在可以收徒弟了啊。来，让你示范一看一下啊！没错吧？怎么抓的没事嘛？这是东哥，随便怎么抓的没事。连你这还抓不到吗？哦，然后呢，这抓对的，接着啊，你松紧的可以的。你主要是水的时候，对，教他怎么转圈。等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手链，这个手一定要教他怎么转圈。来看一下，好，右手转盘，左手一推，哇，漂亮，又大又圆。有了，有这个师傅教，应该能学得会吧？那你自己亲自操作一下啊！主要是这个右手要使力，右手要使力是吧？嗯，来，拿起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兄弟点，你首先这个网一定要找好，先把三段找好。来，咱看他怎么教的哈，你们也看一下你们啊。你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网一定要搞好，对，把它摆好。对，说的非常对啊。这个是最关键的，网一定要整理好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它就不会一边重一边轻嘛。对。讲讲你的撒网心得哈。来吧，你就让你抓。对，抓着网头，哎，盘个大圈，哎，对，好。不用抓这么多，抓少一点。啊，可以，再抓一下，对，再抓一下也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再抓下去了。下面要齐，好好，左边拿起来。等一下，哥，你这样打不服。好，抓下去。对，这样牵着这样，哎，对 ，OK， 抓住，好。然后再抓一次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不教你。抓到这里了，手指前面抓的，这个手一定要用力啊！对，右手转盘，左手往前面推啊，两个都要发力，三二一，哎呀，我可以啊！我去，啊，你这个手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！不然的话就打圆了，你这样打扁。对，兄弟们看到一次就闪开了啊！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！他打扁了，他是一个手要用力不匀。对，就是刚开始新手用力不匀嘛。可以啊，那肯定可以，这个抓得到鱼啊，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就第一次撒就撒这么一样子，真的可以啊。使劲的啦，三网跟你搞费。三网搞费啊，你厉害。好，来，咱们换个地方试一下啊。上货，八年的老会。来，现在是不是拿地？我给你搞了，你看着我搞。对，你看来再搞一次啊。哎，你抓这个地方啊，这样收下去，它那个线就跟着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你要在船上撒的话，你就一定要这样呈下面。一定要下方整齐一点啊，看到？对，下方一定整齐，链条不能长啊。对，先把它均匀的放在地上啊。你看就把它对，然后这个往后面拖一点好一点哈，对，往后面拖的，这样拖长一点。对，哎，这样好拉一点哈，新手这样搞还是比较 OK 的啊。好，完了。对，一定要把链条整齐后放在地上啊。抓这里了，抓那个手，抓上去。嗯，抓了。对，在这个手，嗯，先抓这里，对，再这样收下这，这个手收下这，对，再拿那个手，不要再抖了，不用收这么紧，拿平，那个手压，用那个手压嘛，来，先这样，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手正，抱着吧，抱人一点，不要抱很紧啊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抱人一点，虎口压住。搞匀一点，搞匀啊，搞匀了好撒一点，再更好开一点。哎，抓下去 ，OK。还要下去一点，还要抓去啊。别着急了。再抓到下面下去一点，对，再抓一点。还要下去一点，你拉。细节很重要啊，你看呀，你拉把下面。对。对。哎，我们下面抓点啊，反正，哎，这样不松，这样不紧不松，刚刚好啊。先的，手把手的教，兄弟，先倒一点啊！对，先倒一点，哎，对，右手转，左手推啊！好，先倒，先倒一点，先不要这样撒，倒一下再撒，就倒的时候再撒。对，一倒之后就撒。哎，对，先倒一撒。对，来一倒，哎，撒，对，好。你这么出去啊？好，哎，可以，这网撒的还可以了啊。很圆了，东冠啊，保证三网就很圆了。对，很简单的啊，已经学得很快了啊。三网学会有吗？是也对，
啥呀？对，下次的话力别人抓不大，好不好？对，就圆了。力度用圆，用圆一点就可以了哈。力小一点，跳起来啊，鱼。来来看看看看。我不用这么大的力，他新手吗？不是，你不能拉吗？然后换个地方试一下，换个位置，换个地方再采网试一下。小宝整理好，拿着网过去试一下。哎呀，又有小鱼，啊，这个小毛黑，八年的老鱼。这拿这里，等着先放地下，等再等，放地啊，不用不用，把这个这个这个手两个小的口这里。哎，先把网整理好。对对对，我先把那个，我先把抖，对，我先把抖。哎，那手松了，对。非常的非常的 OK 啊，抖啊抖抖，提起来抖，对对 OK。 第二网第一网撒的都可以啊，看第三网撒的怎么样。第三网就觉得软了，还是有容易的。对，先抖好，抖好，抖匀，这个抖啊，抖的时候抖匀啊。我还教一下你，你慢点哦。啊，这是在抖。等一下，你可能抖的话，你反正这个要经验的，你学不了那么快，这个速成不了。对，速成不了的，这个是要时间训练的，你看吧，兄弟，你先从这里拉，它线就会软。从这里拉，你要再拉拉，你放地下嘛，我教你嘛。再拉就表现。你新手的话啊、哦，留一点点，留一点点的话呢，它就非常好抖。哦。你要熟手，你就随便留不留都没所谓。来、抓了。里面的线跟外面的线嘛，哦，对，用掏紧，它就不会有空隙，对不对？掏软一点点呢。嗯。再掏一下呢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放着他们是有方法放的，其实这样放呢你会撒得更软，但是你跟你讲太多规矩的话你觉得太慢了。你看这样把它裹成的，看没有，它一从一上面留一点点，下面就从你就它就很好走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个不行的地方呢再拿一下，然后你这个手松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手就不抓紧了，松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它就很好了，走得非常的有地方了，有地方，来试一下，再来一网试一下啊！再来一网，再来一网，你就不能使这么大的力气了，知道没有？对，轻一点啊、哦！这一下一把要往上面提，他再把它就往上面提的，把链条整齐，链条整齐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，最好，最好，对，抓在你的手下面那里，从下面掏，从手下面掏。